不要理我们啦！干，雷梦可以，我不行，对不对？请啊！不要脸啊！不是，是除了会以外，我都不想。有道理，我也是这样想，我也是这样想。哦、怎么突然说出心声？我也是这样。最近心声比较大声啊。求叔，好、哦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、啊。关键。有什么？哎、欸、，sorry， 抱歉。对，抱歉，就让我自私这一把。啊？自私这一把是什么？什么小？不赢。是啊。哎、欸。六比一。有错？无错。没有花。好的。七。干！雷梦今天也太旺了吧？从哪想我连招嘞？这个连不连招？你还是可以推脸啊！好，哎，还继续，还要继续玩，还要继续玩。我先按一下。十一点对吧？没，八台。妈的，所以彩龟吗？看看，怎么在前面也有？啊，这个彩龟是另外一季啊。哎，先给十一。没错。哇，你打的是什么？没有，这也行啊，这也行啊，好强，我洗手四只耶，这也行，有点少，真扯，干到还我摸，不是碰啊，如果他若打红装就不是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自己了，就是他自己，就是他浩哥，对啊，哦，浩哥，他马上，我马上摸哎，被动机，九万。他一定有花杠哎、欸，好烦哦、喔！我帮你开啊，是老局吗？三万，对，九万，再说，就这样子被抢了。对啊，小美，看哪嘞？小美哪被抢了？又要被胡，被抢又被胡。四花有没有花杠？今天只能说，啊、今天只能说小美。小美别唬我，只能说小美别唬我。六万，无所。五万，好，吃得到。四比。无所。没事，吓死人了！吓、啊、小美，塞啊！惊为天人，塞！真的吗？哈哈哈！干了！干活掉二饼啊！干当摸了！可恶！可恶！我刚两台，为什么要挡摸呢？两台，让你付两次八台，让你付两次八台的不好吗？好衰哦！最近 YouTube 的通知跟收看都有一点点问题。如果说你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直接点就可以收看啦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点选订阅内容，在这里呢，如果没有看到直播内容的话，点选头像进来一样还是没有看到的话，点选右上角的浏览频道，按进去之后呢，有机会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内容。那如果还是没有的话，点选影片应该就可以找到啦。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呢，建议你可以追踪 IG follow 限动上滑呢，可以点击 YouTube 的连结哦。杨姐，叶龙问说：庄家天虎跟沈家木老八张花算谁先？当然是庄家天虎啊，没有什么牌能比庄家天虎更快的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过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排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了，拜。